诸位大德，诸位领导，诸位嘉宾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16年英国祭祖大典的第二天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在此共聚一堂，以中国古礼来祭祀中华民族及世界各族的万姓祖先。这一次祭祖大典的缘起是去年8月份威尔斯大学校长休斯教授访问香港，参加我们在香港举行的中原祭祖大典，看到庄严肃穆的仪式，以及全场8000多人参加，整齐极尽，很受感动。校长希望我们能够来英国办一次祭祖活动，我们接受他的邀请，所以成就了今年在英国举办祭祖大典的因缘。这个难得稀有的机缘，我想简单地向大家汇报为什么要祭祖。第一个，祭祖是为了报本反师，缅怀祖德。中国传统文化根就是孝道，另一个呢就是悌道，敬。孝敬这两个字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。孝这个字是会意，上面一半是老子，下面一半呢是子，我们的认识清楚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过去无始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是一个整体，这就是我们应当要理解的，然后晓得这为什么要结束。中国重视家庭，这个家庭文化，家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做出最伟大的贡献。每一家都有家谱，家谱就是一家人的历史。我的家谱从上面第一个人是皇帝，我们这宫里排位有皇帝，皇帝传到我这一代136代，这样的一个历史记载在外国很少，中国家家都有家谱。那我们这个，我叔家姓徐，徐氏是皇帝第二个儿子昌邑的后代，所以这136代这都有详细记载。人看到这么4000多年的历史，能不爱他的祖先吗？能不孝顺父母吗？这不可能。大概这个世界上还留下的家庭历史可能只有中国，其他的国家已经很少见了。这是
我们怀念祖先，恪尽孝道，每年祭祖至少是两次，啊，清明、冬至，啊，我们现在这属于冬至祭祖。这些年，我住在香港，啊，我们提倡孝道，为什么？如果这个根，我们对它没有概念，不能够发起来，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根了，啊，那只做一个形式，得不到效果，所以我觉得两次不够啊，再加一次，加个中原祭祖，就去年我们在香港中原祭祖当中见到我们威尔斯大学校长休斯教授，啊，他看到非常感动，啊，那一天参加的人有8000多人，秩序非常好，啊，真的，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声音，啊，所以祭祀祖先。另外一个中国文化重要的之处，就是对老师的尊重。啊，孝亲尊师是中国文化的根。啊，一个人念念不忘父母，不忘祖先，念念不忘老师，这是从前的中国人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两桩事情啊，很淡薄了。啊，什么原因？教育出了问题。我们打开中国的历史，啊，25史，就25个朝代，每一个朝代政权稳定之后，不超过5年，颁布礼乐，社会就恢复正常。啊，唯独这一次满清亡国之后，一直到今天100多年，社会动乱，啊，秩序完全废除了，所以我们生活非常痛苦，啊，怎么样能恢复和平？这个话10年前印尼前总统瓦希特问过，马来西亚老首相马哈蒂尔问过，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和平？啊，我的回答是，只要你把4桩事情办好，世界和平出现。他问我哪4桩事情？第一个，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；第二个，政党与政党；第三个，族群跟族群；第四个，宗教与宗教。这4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这个世界可以恢复安定和谐。马哈迪长老听了我的话，答不出来，表情非常严肃。5-6分钟之后，我再告诉他，这个事情是难，是非常艰难，但是从宗教团结，从文化着手，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那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无论哪一桩事情发生问题了，怎么办？你没有教好，你把它教好了，问题就解决。啊，我们过去
把这个概念介绍给联合国。联合国的大使们听到之后也很欢喜，告诉我这是理想，做不到。所以我们曾经在中国在汤池小镇做了个实验，看看传统东西还行不行啊。我们召集37位老师办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啊，来实践古人所传的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，这是儒释道三个基础的课程啊。我们想啊，丢掉已经100多年，大概等到3、4年才能够做出成就出来，没有想到3、4个月就做成功了。我们这些老师们都吓呆了啊！我跟大家说，我们不能鞠躬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没有德能，这个成绩啊，应该是当地政府协助我们，我们要感恩。小镇人民48000人愿意跟我们合作，我们教他都能接受，都能落实在生活，所以有这么好的成就啊！这感谢政府啊，证明两桩事情。第一个证明了人性本善，第二个证明了人是很好教的。那么小镇虽然是停课了啊，可是影响了中国，也影响了全世界啊，很有意义，很有价值啊。现在中国国内也提倡传统文化，这是好事情。我们对于国家、对于政府、对于习主席要有信心啊。那么在国外，我们常常听到的19世纪是英国人的事情，20世纪是美国人的事情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事情。我们敢不敢相信啊？外国人相信啊，所以我们要有信心。中国人的事情是中国文化的事情，所以我告诉许多外国朋友，中国人统一全世界不是政治统一，不是军事统一，不是科学技术统一，也不是经济贸易统一，是什么？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啊。这文化是什么？代表这个文化的就是唐太宗所编的《群书治要》啊。这部书是四库全书的精华，精华当中的精华，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当中得到幸福美满，能够帮助我们家庭和谐，帮助事业顺利，帮助社会安定和谐，帮助国家富强，帮助全世界和平啊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。那么今天从哪里做起？从今天祭祖开始。祭祖就是孝道、师道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。我的报告就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